再小声一点，再小声一点。对，还是很大声。再小声一点。OK。800×600。很小的视窗，呵呵，对，还是只是视频，我们可以把它调高了，高，非常高，高，现在修正，高，高，子弹反应，好了，子弹垂直同步已使用，还是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决定，决定，好久。好久、哦，有人吗？有反应吗？好像没反应的。哦呦呦呦呦呦，好，好，这已经有点久没有拍摄《恶魔屋》了，好，完全不止，是哪一个？准备硬生生的，还有个歪掉了，呵呵，这是哪里？我感觉像是以前有拍过的，对吧？场景，这里应该是那里吧，然后这里是什么区域？那边。然后这应该是那个场景吧，那应该就是不知道是哪一集结束之后那个，然后这里我记得好像是从那边继续转回那个黑妹妹那里，然后黑妹妹啊 One Piece， 然后这里我记得应该是那次结束之后吧，就是中途停止，然后就要进那个洞，这里应该是到了下一关然后存档的，至于这里哦，在路。忘记了，正在拍 GIY， 还有那个恶魔，那个 C 镇，不过 C 镇，可能要晚一点再拍的，对。然后，因为目前毕竟有200多人困难啊 ，Payday， 呵呵 ，OK， 还几分钟了。235 OK， 等下继续找出口，是不是？解谜，要使用那条更早视窗更小，不知道从低的然后高的有什么差别。对，因为先前都是用低的吧，那时候还会用 AMD 用程式图纸回应啊，并回复那个状态。那至于呢？经过我这个神之手的稍微的修改，我就不会再挡了啊。至于应该是有很多人会有这种问题吧，就是哦，有点那个，有那种会有那个右下角那个框框嘛。OK， 然后就是把 CPU 功率调一下。嗨，你都在这里？哼，我被车车那个吓到了，然后准备走看看，应该是什么？这是太阴险了，对吧？太阴险了，看是一个道路，这个道路，小心 ，OK， 咻，闪开，看只是一具尸体。运尸体，那我就把它运送过去，运送尸体喽。只是没扯那桶而已。这好像就是，不知道哪地方看过这个东西，可能都是半条命的。那尸体好可疑哦，可疑的尸体。OK， 我来到了一个地方。不管是哪里的，其实我也不知道。我看不到一个宽广的地方。OK。哎呦，阻挡一下。哦，厕所，你撤，我爱你撤。我看一下，有没有东西？没东西先关门，关门钥匙拿看一下。叮，没在厕所，可惜。没有人厕所，关门。很难撤哦，还是不用看的，没兴趣。叮。Why?
等一下，哎，封印，哎，对哈，我不知道封印来嘞，嗨，封印啊，我这一关之前我忘了，嗨，封印，哎，然后的符，等一下，没有后。我现在正在玩那个 MO2， 然后现在正在拍，对，在拍哦，是啊，我在拍实况吗？对呀、啊，恐怖游戏耶。小鸟就这样走过去了。你是说什么小镇那个？不是沉默的小镇，哎，有子弹的 ，yes， 81发，左轮呢？是8。你是什么那个萝莉那个吗？不是萝莉，是恶魔52。我先开服，我等下给我 ID。哦，就是掉下来而已。明天，这时候关门，啊，还是先别关好了。开错地方了，机器。哎，这样开才安全。你在冲啥？开服啊！你吓到我了！好，这要干嘛呢？关机。没关起来了，机器。这要干嘛？那样子，这应该是发电机之类的，这完全没灯光。干嘛的？这好像就是第一次哦，我懂了。要把他们打掉。破产，下来。等一下，等我清水，刚拿一个，哦，谁打我？莫名其妙被打，不是这个，应该是这个喽。对。OK， 还有应该是还要找其他两只，哦，有了，这有一只，看到了，过来。OK。东西呢？好，这里，另外一个呢？你底下有要拍冲绳吗？冲绳，看看。OK， 我要这个。啊？有事发生吗？有吗？没有。哦，要一下开关。有事发生吗？没有啊。哦，有。在那里。发电机来。哇呀！放开。OK， 真是成功发动这里了。哇，神器耶！神器。我挡被魔王掉神器。挂月灵魂剑。封印吗？为什么那边叫泽风啊？你改名了？对啊，我改名。好，泽风你好，我认识你吗？你怎么在这里？你好。等一下，声音，他那个 game 的时候说什么？他说死亡党浪潮，看谁要跟我玩。逆天已经怎样？我怎样了？那是什么逆天什么东西？不知道，他说逆天已经然后怎样之类的。OK， 我们继续玩。哦，好帅啊！干嘛？没有了。狗被我打掉，飞掉，然后死掉。分开了，太稀奇了。好，第二次冲掉。现在应该是让我们出去一次喽。耐打的僵尸，这僵尸正在打。耐打，僵尸耐打。爆头，死了。OK， 看来我的打枪技术还是一流的。打枪。魔王被我干掉了。Exactly， 这应该是叫我不要进去的意思。反正不要进去，还是偏要进去，这样不行吗？来，跟我英文不好。这样，骷髅头。不像 LCD 的那个，当时还要那个 LCD 的那个，当时啊，在被打在这那个。要不是我冲之神本，五张六符都那个，
都掉出来了，那个肠子都飞，用飞的，天哪，血溅肉，用血溅肉，肠子，对啊，就连那个子宫嘛，对，连肝那个心脏啊、胃啊什么都有，内脏全部，不然就是肾脏啊、大门，什么？我又不是小偷，怎么走小路？呜呜呜！等一下，这游戏。我还是看一看好了，感觉有那个互冲到啊，报应了，嗯，报应，不是，就是按键卡卡，你乱按，看着前面是按的 ，OK， 我被什么打了？人家为什么画面会闪闪？画面闪闪，锁住了。用一六，一五二的网，用一五二。等一下，用一五二的。画面闪闪，真的好讨厌啊！闪闪。玩天使还群岛。哦，一只僵尸，继续。OK。就这样。哦，好讨厌啊！画面闪一闪的。没有办法仔细看清楚。我要改伺服资料。我回来了。我的伺服资料按钮键删除。Yes。哦。对吧？删不掉。用粉碎切割机。粉碎文件，这里好麻烦哦。那你，那又走回来了。161的符我不会开。这里。好了。我在闪。Hello。OK， 开好啊。哇！牙齿。真实音效好烦哦。有个 bug。尸体。Yeah。我这样浸在水中。没有整理包包。灰蓝剑。我在玩那个超人神龙，聊到那个。我在玩的 MMO， 你聊到那个超人神那个。华西围挡。有一点。所以这次我拍九点好了。OK。拍一小时。拍一个小时哦，要看看啊，因为有可能迷路，不然就是我打不想继续玩下去。有一个好地方。那你，有个电，咬下去吗？真的确定咬下去？掉下来了，是要有人灭一下。你这个 IP 哦，刚好给我 IP 呢，我把黑暗拉过来好了。Yes， 黑暗没有拉过来了。安南，黑暗，不在，我要带他回去了。黑暗你在吗？好吧，黑暗不在，我带他回去了。黑暗的位置在哪？在这，我师傅怎么讲？好，我拉回去了。好，然后继续玩。有子弹的。那伺服怎么装砍树插件呢？伺服装砍树插件。你还有吓到了。可以复制哎。对哦。是不是没有同台机的关系呢？
全部的东西会复制。我要冲出来哦！哇，好高！淋浴间呢？耶！淋浴间，正好我来这里经历这么多的时间，是该洗一下澡了。喂，来在这里啊！天使海群岛。天使海群岛。等你过来吧。啊，耶！耶耶耶！耶耶耶耶，然后就很能穿的来，可恶！哎呦，哎呦，我还为这个僵尸做特写，他连续出现两次，他这个脚，可恶！人家飞看看呢，跟脚歪了，那什么脚？反正会是一个洞，那有没有洞？洞中有洞。沙漠里的绿洲。OK， 小心。哦，玩恐怖游戏没办法做梗的。哎，水管呢？我刚才在水管反应僵尸。哦，解敲。哦，好棒，不实用的。呼呼，变。我哪里真的会起来哦？喂，弄的应该是开门，他们就起来了。好，先准备一下，然后。来，快了，快了。shit 等一下，刚刚不是没有那个咚咚的吗？他怎么起来的？现在不然他有分了一半了，分了一半嘞！哦耶，一半嘞！我心里要不要是血腥？哎呦，我刚有他站起来，那这样怎么样？这边像呵，哦蜘蛛哎，我装了你演化模组。我觉得如果唐杰用这个应该不错，有没有？怎么样？发现这样应该不错吧？我想应该不错。现在什么呢？哎，谁我也不知道。本岛在哪里啊？我忘记了。哇，这地方好亮啊！看看前面是暗的，也就是前面应该是一定不能走的，所以我们只好冲啦，对吧？什么也不能做，什么抵抗力也没有。Go go！ 哦咻！死掉了。彻底按下来了，好，那我们就让他按吧。OK。哦哦，慢叫啦。哦 ，Yeah。Shit。但是没事吧？哦。哎呦，有头，随手关门，养成好习惯。偷走别人家也要这样哦。然后小朋友，哇、哦！给我干掉！干掉！哎，我先不能开那个，我先不能开那个，什么都不能开，我什么都不能做。不过我还可以换枪，这是什么 ？NH， 我知道 ，NH 二，也就是所谓的噩梦屋。三十九恶魔屋的简写 ，OK， 特别标注哎，直接是真战。OK， 来开门喽！呀，这是什么 ？OK， 叮呀，滚开！哦，我密闭小空间。OK， 可以开了，可以开了。三千块的事情之后可以开了。说了 ，OK。哦，你有没有实况台？有啊，有。啊，你开吗？你有开实况台？没有，现在没看。现在拍多久？看一下。现在拍多久？19:43。OK。哦，敞开大门，引导我进入。这有门吗？不见了。谁把门吞了？说，谁把门吞了？这么饿吗？不行，进去门一定关起来，然后之后不知道干嘛。然后我们就进去吧。没看吗？关起来了。然后进去。嘿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在哭吗？哎呦呦，不要多看，恶心。对，哦，还有路。进去。哦哦哦，
OK， 我的厉害，不一定是这里，我们再走过去吧。哦，你给我加掉啊？对啊，这应该只是个路而已。对啊。冲天炮、哦。哎，门呢？嗯，锁谁？没有路，对面呢？哎，门不见了。在门吗？我来过去看一下。哎哎哎，阿门呢？门不见了。你是拍 party？ 门不见了。等一下的。哎哎哎，什么声音啊？哎，男生越来越窄呀、啊，奇怪。哎，真的，这越来越窄了。真的。我好笨的。怪深深打鸡眼。那一天，哦，打给你又不接，是啊，人家打给我，我现在在拍噩梦屋，哎，好久没来拍，人家打给我，我去看一下手机，等你拍完你再玩死亡岛啊，对啦，对啦，我自己我把那个过掉，等一下，你等一下我去看一下手机，嗯。能不能睡着啊？哦，干！哎，各位，如果听到一些英俊潇洒声音，哎，那就是深渊啊！哇，深渊打人招呼吧！啊，嗨，你好，什么事都没发生，哎，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你刚说你死亡岛怎样？啊，没有啊，好的，早就好了，棒。哦，连机板丢进去了吗？丢进去啊，你这不是给我了？哦，那我今天上去。好了，这就好吧。哎，不要不要不好啊！我惊呢。深渊，记得叫我起床。还有什么那个电话？你打几通啊？才一通，一通好像，OK， 我们继续玩。哎、欸，我是不是回来了？啊，是哎、欸，我等来啊。我刚刚只看见有个黑影没被绑起来，真是好心酸，好心痛。哦哦哦哦哦！哎哎哎，窄路，还是有个新地方。哎、欸，新地方，嗯、啊。还有几分钟，再顺便来看一下，23分钟 ，OK， 现在是早上8:44。我放眼看比较不恐怖 啊，是吧？嗯。感觉封印在这里不给力呀、啊，这都可以走了吗？不行，锁上了。还不知道有没有噩梦屋修改器，好让我们走过。现在被关起来了吧？你顺便看一下里面发生了什么。老铁们，里面就是黑的，你们信不信？这是第龙蛋呢？第四关吗？龙蛋呢？龙蛋龙。哦，有，上面写四。OK。我的龙蛋呢？新的地方，新的恐怖，新的挑战。哦。新的逆境。随时往后看，看看会有什么，就像黑水镇的诅咒，往后看突然发现一个背影，然后音效如此的大声，真的是害我吓死。不要用手动调节了 ，OK OK OK， 再也不用手动调节。哈哈。哦，买血 NHA， 已经变成国家代表了。哈，国家代表。哦，关系啊，不舒服。什么、啊？我们在这边绕绕，看看有什么。这里我也是进了。医院。有花的子弹而已，左轮。那瑞魔主要这些，全部。不、哦。You are now into an emergency department. You require any assistance. Please contact the nurse at the nursing st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.
哦，好强！哦 ，B I N， 打超痛的。Minecraft 152人不懂中 ，B I N 里面的。守住了。OK。这个门也是锁的。D O D。下面两宝。有杂音，有杂音。锁住了。哦哦哦。哦哦。你那边有杂音。哦哦，还没怎样。Yes。天哪！哦。我觉得他们没事。对，他们有闪失到没有？哦。他会伤害我。他会打我哎。神哦。Yeah。哦。怎么那么多？好多，刚才看得不舒服。不舒服啊！新的地方喽。我那天是怎样？哎，不是这边哦，好吧。有时候可能捡一些东西就就有不一样的事情发生。你们是蹭我哦？对了，我最近感冒，来，shit！ 我真不见了。刚刚声音消失了，然后你就这样，就吓死了。你要干嘛？我skin终于好了。哎，原来可以按右键了，老大。不用刻意去按左键了。哦，你们这群，嗷，不伤害我，他们只是装饰而已，他们并不会怎么样。不懂得伤害我，接近我就会懂得怎么性骚扰。耶，有 OP 耶。天哪，现在要干嘛？毫无头绪啊！锁住了，那个就是没啥门都开开开的，啊！在打我。哇！等一下啊，有东西进来。谁？他们几乎长得一样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！啊啊啊！有扇门，怎么没看到呢？糊涂，这扇门太隐秘了。哦！哦！啊！不是啦，不知道有谁打字，安安我连。开麦啊！可以，开启新游戏干嘛？继续游戏。你不打死我，我还是拉下来看一下。不要 ，QAQ， 什么意思？笑脸，哭哭，我知道哭哭啦。不 ，Access to private information in this section is not proper authorization. Please contact the main desk for details and booking.听不懂啊，在恭维。OK， 过。没有。哦，门开的。哎呦，病床哎，为什么这边床被？哎呦，哟，包包，任何地方都被小包包，这是狂按一键、左键，都给他顶一下。哎，我没叫你关门啊，你关屁。是吧？他就已经出去了，还没干嘛？啥？有没有什么东西？哦，有哎，有东西哎，这是什么？时钟 ？OK， 就去。我们要搬家。哦，哇，
太扯了，主角太扯了，他这个都，我还以为他刚把整个整张床给，把整张床给这个带出去，哇操，全部拿走了，主角太炸了，这是，哦耶耶耶，有一只，哦耶轮椅，知道，我有轮椅，谁都不要过来。啊，恶魔屋他们最喜欢制作的大概就是风行的这种欢乐世界，很欢乐世界，关门了，对对对，没错。天哪，其实要写应该要肠子，我连他走了，肠子或是内脏之类的，啊，肠子之类的哦，子弹呢？又是子弹，新子弹。要么是 B 啦，好死了。最近我们拍多久了？看一下，31分钟。OK。哦哦，爆多 ，Hash 啦。哦，头爆了，还没死哎，这个。用刀打个两下，我反而觉得有僵尸在我比较，打个两下，打个两下。我有护工，有护工。打个两下哦，方丈无敌。打个两下，打个两下，最后一下，打个两下，打个两下，配血啊！是吧？人太弱了。五、哦，关门。哎，这是外面呢。Yes， 直升机吗？直升机耶，真的直升机耶！破窗啊，破窗啊！哦，不能破窗的。哦，关门，这种小地方，还有人不敢进医院的，在医院的晚上。哦，有个人在那兒。见了，我去啊！哦，一只，原来就是你，躺下，躺下。哎，这椅子变会动了，偏死了。不知道这是怎么来的，奇怪了，怎么突然就会出来了？哦，我有亮度。先躲一下了，等等，等等，我们现在玩尸好了。对，啊，终于死了，不能关门，都被拖走了，哦。谁的声音啊？哦，OK， 我们继续游戏。锁住了。哦，好。哇哦。有轮椅，哦，转角，我恨转角，我们先保存游戏，我们保存这个好了，压过，转角总会有事情发生，你感冒了、啊？多、啊，随时要攻打哦。不能过，姐，我讨厌水鱼啊！你没事跑出来干嘛啦？啊、哦，出戏啊！我就说，啊，这手都变僵硬了。哦，人跑过去了，很像特种部队。哦，谁呀、啊？是打。
哎。哦。哎。哎。没路啊！没路了，奇怪了。没路了。哦，有。哦呀，哦耶，哦。你到底在夜什么？哎，你那些那个咳嗽都会让我吓到，你知道吗？我吗？对啊，你那咳嗽都会让我吓到。去收惊。不能这边有那个。不能这边有那个。如来神掌。如来神掌。哎。你玩游戏可以那个吗？小声点，拜托，敢想。这就是如来神掌，怎么样？咱们的功夫就是那个脱出想到里面就是这样子，哎，就长这样图案，这就是图案，你看到见证奇迹的，看到？这就是如何练出如来神掌的人所做必须做到的。哦，有没有在看一时光台哦？哎呦，好黑哦！等一下有人在动。哇！有怪物的声音，哪里呀、啊？先关灯好了。开灯。哦。哎，特种部队。哦。终于有人了 ，yes。yes。有人。我要跟你出去。哎，里面有人啊，智障，就我、啊。救我啊！快点啊 ！Yes sir。哦。嗯，来这晚了才来救我。OK， 这我不叫我会怕。雷公三回，我跳龙魔，闪开啊！不，你知不知道你长得很丑？你知道吗？你知不知道了？知道。是的，我通话听不懂。叮，冷开。叮，冷开。那你？这巨人是跟着我走的，就像也都是别人那样。你是恶魔乌马啊，也就是说，最先被吓的绝对是我，你们信不信？最先被吓的绝对是我，向你们保证，绝对是我的，一定不是我。OK， 我开门，很好，哦，好宽酷哦，等一下你要打战，我们先拿起我们的那个。你为什么不开灯啊？你们几个开灯的 ？What the fuck？ 我来啊！你们不够强悍。哦，原来是人。一堆呢？两下。是。两下。一下，啊、哦！先乱枪打鸟。哦，先。那个那还打僵尸。哇，这人。哦。OK。刚刚今天一想大战，害我觉得这次我在玩 L4D2 啊。三个子弹，屁用。这有什么用？有，可以奔跑，忘记了，我忘记可以奔跑了。现在呢？走开呀！有出去。哦，有路，有看到了。
那你们几个是没腿是不是？不能走路。哎呦。哎哎，这有上的。这里会不会就是那个 NWO 那个场景？小凡，闪呐！我们从这边打的对吧？过去，闪开！做人不好。哦哦哦！为什么不是你们走前面的？他们是哪一种小组？他们是那个 AAAAS 那个什么的小组的。哎，有人开始那个闪光 AS 的，看不太清楚，不过知道不是 FBI 组就好了。我先加班 FBI。 哦，交给你们了，加油！哦耶，你可以的，我就看你们怎么打。加油！我们多吃你们的苦。打头不会吗 ？OK OK， 结束了。装弹。哦，你怎么躺在上面？需要我为你治疗吗？需要吗？还是女的要治疗？啊，应该是女的，对。不能开。师傅，打开，滚一边去。这是刚刚那条路，对不对？告诉你，他们这一定会抛弃我，一定是恐怖游戏，绝对会抛弃我。哦，另一个淋浴间，来，过来洗澡。洗澡听不懂啊、哦？来 ，OK OK， 在这边洗澡 ，OK， 来出来吧，听我的指示，是队长，你们只是婊子而已啊，婊子！哎，刚是不是？哎，有人不见的，原本只剩三只了，原本一只不见的，最后一定会剩下我，先保证。最后他们一定会全部消失，最后只剩下我，换我也消失，然后结束。啊，没有了，没有没有。现在呢，一只不见了，你不觉得吗？原本是四只，现在变成三只了。你们是怎么照顾你们的队友的？哦，请你们加油，我这子弹必须……哎呀，看来不行。我怎么这枪没有后坐力？我怎么这枪没有后坐力？哇！哎呦，原来长这样啊！喂、哎，喂、哎，这什么烂僵尸啊？用刷的！啊、哦，会打人的僵尸！哦，那里打僵尸来了！我们上一滴，好吗？好啊，好啊。来，这是剩下一滴即将死亡的，走开走开，不要挡我的路，不要。是啊。God damn it！ 对，这样子我不能走那边的哦。是这样的，我死了。Why？ 我死了。哦、oh ，还是先用小枪，小枪，小枪。哦，血喷掉这刀，你们到底开不开的？哦、oh 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快闪哦！哎，我不能走那边，救命！啊！
我这样继续下来。哎，太疼了你们。Help me！ 那个我们刚唱歌是不是给我讲 Good luck？ 祝我好运嘞！我，你们是哪门子反恐小组啊？他们这个反恐小组绝对是自己组的，不然就是买的。OK， 新地方要干嘛？哦对了，现在拍几分钟了？46了，看来一个小时应该不太可能。哦，假如新地方，看样子第四关就转过了啊。大长街，好长，丢失你的还只是0%而已，什么都没丢失，嗯。我觉得 C 站应该算属于推理的那一种，所以可能会拍会比较久吧。对，下来了，新地方第五关了。哎呀，宝宝，我不行。哇！新的地方又是一个新的恐惧了。哎，没有，就跟前面有个东西。哎，可以在里面跳。没东西。再过去了，锁住了，天哪，这是什么路啊？转角要注意，前面什么？哎，我这不能开了。有没有？那什么？不管，我们先保存游戏，然后之后我们就在盲目前进。我先离屏幕远一点，等一下。要干嘛？天啊，什么都能做。Why? What the hell? 我会上来。现在呼吸。啊。现在找个办法吧。对，先保存游戏。好，我们现在玩到这边了。这个游戏，保存完了吗？就是这游戏拍到这边了。哦，那么，这边拍到这边了，对，因为声音他还要找我们了，是吧？哈。OK， 那么我们这次的时光就先到这边到一段落啊，就是下一集嘛，也要再看看了。对，可能会再久一点才会再拍这集。哈哈。OK， 好，那么就是这样了，然后那么我们就下一集再见了，然后什么东西跑出来了，奇怪，手机。好，那么大家，拜拜。阿信，你很在，我刚才在，我正准备拍完了。